手扶脑袋，一手撑着床，来回换了好几个姿势，他才顺利躺下。视频里这个男孩是湖南郴州9岁的小军，他不光躺下费劲儿，起床更是难事儿，必须先把腿挪下床，人才起得来。原来呀，得了歪脖子病的小军不能动，一碰还贼痛。家人说，小军得空就玩手机，找个舒服的姿势一呆就是几个点儿。时间一长，不端正的坐姿让小军的脖子渐渐变歪了。医生说，这是踝舒关节错位，至少得治疗半个月。现在小军的脖子能动了，又能舒服的看手机了。不过家人也说，以后得好好管管小军了。家有小小伙伴的，可得限制玩手机的时间，别等病找来了才开始着急。